做了好食，哎，气味好。好好啦，我知啦。我会大号。哈哈哈，真的很爽。哈哈哈，不用好了。加油！菲菲，菲菲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菲菲，我有这个勇气。斜的，斜的，斜的。斜的。哪里有？大家好，现在是2014年九点啊，不对，1月30号除夕夜9:36。阿林大师店正式开工了。为什么要叫阿林大师店呢？因为吼，这比小师店高几百倍哦，啊是咧卖啥呢？咱即马来紧看卖一下哈。肉饭片，哎呦，堂弟，哎，你买啥？哇，我买卤肉饭啦。哦，卤肉饭哦。嘿，阿伯，等你哦，堂弟，我爱卤肉饭哦，不加卤肉，不加饭，也不加卤汁哦。少年的，阿玲卡在讲的，你就跟我讲，你要吃碗嘛？嘿啦。我跟你說，我本來是氣化，這種氣化。哎呀，哎呀，少年，你嘴氣真勇呢。嘿啊，你不知道我都吃嘴氣。哈哈哈哈哈哈。我都吃氣化大汉的呢。謝謝大家啦，阿伯。真客氣啦，啊，無無偌濟啦，氣化就送你啦，哈。好，謝謝啦。好，再見啦。哈哈哈哈哈哈。阿伯大師店常常有莫名其妙的客人來訪。每一个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阿林大师店是有缘的人才遇得到的。哎，这个是买什么？香蕉片。刚刚菜刀是你做的。大哥，有恁的香蕉无？啊，香蕉，爸爸借袂。哦，安尼哦。啊，你即摆是要剥了皮的香蕉，还是剥过皮的香蕉？珍珠，哎，好了没？还没啦，都还没穿上一个，你在那边珍珠，变没啦。